袁大同圆不圆？哎，这个车，这叫什么车？单腿驴。单腿驴。嗯。什么意思呢？那这叫轮滑车。啊，轮滑车。嗯。我看看你滑。大哥，提着，提着，提着。啊，还有梯子。啊。哇。这个东西都自己做的是吧？对啊、哦，挺精致的，还做的还漂亮漂亮，都是自己做的啊。你像那个红木嘞，那都是自己做的啊、哦，都自己做的啊，真的不错，真的不错。对，哦，啊，这个叫沈阳万柳塘轮滑队啊。现在咱也叫跑，那叫单腿驴，单腿驴。单腿驴。咱这有这个有团队啊、哦，有团队的团队。那有个四五个人，四五十个人，铁西的有，黄姑的啊，孙楠的，还有那个，北陵的，晚上五点玩到七点半。哦，这个九点玩到是十一点左右。他对这个臂力比较好。哎，这玩意儿你就说你糖尿病啊，是什么高血压，全都玩好了。那我这一点不拉瞎啊，就是这里头几乎来说都是有多少大毛病、小毛病，都是有毛病的啊，玩这玩意儿啊，就是这都是。这都是见证者、啊、原来得过病、啊、胃癌哦胃癌啊肺癌已经受益了切了以后呢但是现在一直锻炼挺好对、哦、刚开始锻炼前就是200米的圈我一圈讲滑一圈哦现在我刚才我能滑十圈第一圈是1700米、嗯、能干十圈、哦、哎呦我现在是快四年了三年半多的哦每天都坚持着练吗坚持着这不是受益了哦我小时候就玩这玩意儿完我特别喜欢哦哎玩别的吧我因为我锻炼你练杠子啥的我练不了、哦、所以我看哎这个最适合我冬天滑冰就是滑冰啊、这个叫旱冰，这个叫旱冰啊。冬天吧，那个冬期短，才两个月啊、嗯。完事儿呢，咱们这说人家那个在我们之前玩的人想想怎么办？哎，给改成旱冰轱辘，旱冰轱辘啊。整成。什么地方？我山东的。哎呀，那不是南方。我们那儿没有。我跟你说，山东人，我是最敬意山东人。谢谢。山东人整是实实在在。在山东我待过，别吃饭都、哦、那老板说吃饱，你就说你十块钱几块钱，你叫你吃饱啊、哦！我对山东人是特殊友好一下、哦，山东大汉，那肯定。你要说他们原来是皇家玩的哦，就是原来在宫里玩的东西，对。现在、到民间来了，对。哦，这走了啊，这皇。